万医疗保险要到期了，不取消的话每个月要扣2000，可是我没有买过呀。金农素养大家谈，广发银行来谈谈，凡是已不关闭百万医疗保险、百万保障业务会影响个人征信、按月扣费、影响理赔等为由要求转账，或者要求下载未知手机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协助指导操作的，都是诈骗。如若您接到所谓客服电话，一定不要轻信，有任何疑问请向官方平台核实，或者咨询反诈专线。